各位观众先大家好，我是你奔跑的凡。那本视频的话，我们就来做拆卸线搞清大局。那这边的话，我们直接继续来到下面的水池这儿。好，一刀下来，哎，没劈到人，哎，尴尬了。这个是我刚下雨，这个水正好上来了。那没事儿，我们在水底下的话，就来用这个尼泊尔军刀啊，因为尼泊尔军刀它的这个范围会更加广泛一点。好，我们等着底下人游上来，就是这儿，直接一击重刀带走。好的，非常舒服啊。那我们砍完之后呢，就继续到上面去啊，慢慢游上去。我们朝着上方啊，这边的话，我们直接找准了，再来一个重刀。好的，直接带走，带走之后再看背后。哎，这边的话有点尴尬了，给小刀直接一发爆头了啊。那没关系，我们 CRD 的话，小刀还是一个重击是可以直接爆头的，所以说还是得小心一点啊。这个跟老 CF 中的小刀还是差不多的。那如果说你没有 AC 头的话呢，其实你轻击一发也是可以爆头的，所以也非常头疼。好，这边的话，我们尼泊尔军刀直接再来一个重击，哎，没砍到人。好的，再来一下，还没砍到，哎呀，有点尴尬啊，给对方的这个小刀乱捅捅死了。那没关系，我们就继续找机会再绕一圈。哎，这小伙子掉下去了啊，没关系，我们好的直接带走。那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